他就是这样讲的，说哦，他们的濒临死亡的人士，一般上出来了之后啊，看到了就是说啊，你的身体哦，就是有人在抢救你，过抢救失败，然后呢，多数都会去到一个很漂亮的地方，充满光明的地方，然后在那个地方，对不对？他会遇到一个人的，像刚刚他就讲，他遇到一个人，就是给他张卡，然后跟他讲，你时间没有到，你要回去。然后他也心里想啊，我要回去，结果他就继续投生了，啊，有这样子的情况的哈、啊。那有一些是啊，他回来的时候，对不对？他就没有死掉。那么有一些回来呢，已经转世了啦。所以目前刚刚那个个案呢，哈、啊，他就是已经转世换了身份了啦。OK，好，这个就是濒临死亡的一个状态来的。好，冰心可以理解吗？好，OK 啊，好，来，伟宏，你的问题是什么？有请哈、啊。哇，师傅，这个有分是跟有分心是同样的吗？然后他为什么其他的就是五门转向心啊，五门心路过程跟一门心路过程都没有这个有分是的部分，但是在死亡心路过程跟劫生心路过程会特别有标出这个有分是。有分尸跟有分心是一样的，因为呢，这个是临终死亡的过程。我看看你的问题是什么，我有点搞不懂你的问题哈、哦，看你他那想。边有特别有一个有分四是吗？然后其他的好像没有看过有分四，都是过去有分开始。对对，有分尸，过去有过去的，什么的，是有分尸啊，简单点就果报星，其实过其他的地都一样啊，有，给你看一下哈。有。那过去有分，有分波动，有分段哈、哦。那过去有分的前面的，就是有分是的，因为它是有分是，是属于不活跃的状态。那么从不活跃的状态要进到来活跃的状态，需要度过过去有分，有分波动，有分段的。哦，所以它只是没有标出来，你这个有分是对，啦。是没有标出啊，但是这个刚巧有标出来，就这样子罢了啦。OK 好啊，因为呢。我们都是假设，大家本来都是处于有分的状态的，这样子啊、哦。好，就是个问题罢了，这样子啊。啊，就这样而已。那没有了。好，还有谁有问题吗？刚刚没了哈。好，来，同学看一看啊。好，他的意思就是这样的哈、哦。看一下哈、哦。好，刚刚啊，同学你画的重点是，他是讲啊，在我们临死的时候，一定会经过这一个死星的星路的。那这个星路的跑动啊。就是从就是过去有分有分波动有分端一个一门转向先升起，过后呢就五个塑形。同学在这五个塑形的时候啊，它会升起啊，就是看你的业相跟趋向那个比较重，它会在那边出现。如果你去学禅定，你们大会在那边时候出现。如果你造的是恶业的话哦，那么可能就是恶鬼呀、啊、地狱畜生那些去向会出现。那么在那边出现之后，对不对？然后接着下来呢，就两个比索缘，是两个比索缘了哈、哦。两个比索缘，然后过后呢，在一个死星啊，自行死亡的功能。过后呢，这个塑形星啊哈、哦，它就马上会转来成为劫生。所以呢，这时候呢，它这个业相跟趋向是。它伴随着那个最终的业力哈、哦，会变成果报星，从劫生开始了啊。所以呢，如果你前世哈、哦，你是特别喜欢共生的，对不对哈、哦？你修的是喜聚智相应无形心来的哈、哦。那么喜聚智相应无形善心，那么它会转成果报星到来世。那么呢，你如果修的是最重的业是初禅善心，它会转来变成初禅果报星，转去来世了。啊，同学，这个的意思就是这样了哦。好，来我们看一看了、啊、好，盛勇，你是有问题是吗？来，什么问题？有请。是我一个问题哦，那个业相跟趋相是在个死星的星路过程那个宿星那边呈现的，是不是？啊，是的，这样子为什么好像就是有些那些往生的人啊，他会好像看到那些业相跟趋相啊，可是他们还有一段时间，这死星的星路过程不是只是几个刹那吧？就算宿星那段时间，但是对，短的时间为什么他们可以知道？他们还可以告诉他们亲人这样子哎。那个都它不是死星来的了，还不是死星来的，死星是必须哦，存的，所以那一些也可以看到影像那些哦，它还不是死星的星路来的，
这样子。像那些影像是属于，是不是也是属于液相跟曲相？嗯，这个如果是以阿毗达摩的角度来看，就不大相似了。因为死相是非常快速的，一下这样子，那影像一出现马上就走掉的。那么呢？像那些，那些、师傅可能是幻想这样子啊？也未必是幻想来的，它也可能是真实。所以呢，这个就是现实啊跟理论上的一个差距咯。因为现实的人呢，有时候他临终之前是，他可以看蛮久，甚至啊，他会我们看到他很恐惧。我们之前呢有个佛友啊，有个法师去帮一个佛友啊进行助念哦。那个佛友啊，他杀很多只鸡的哦，你知道吗？然后他去看他所帮的助念呢、他整个人会缩小，你知道吗？哇，他说他那个手脚好像鸡这样啊，样子啊，很像鸡这样，你知道吗？它是一段时间来变化的哦。所以呢，如果按照这个心路的话哦，就不大像。除非我们假设是这样了哦，他死心产生之前是这个心路还可以跑很多个圈的，死心自行功能之前哦，他还有很多一门转向在跑动，而那些一门转向跑动啊，已经开始啊。隐隐约约跟液相趋向有展现了，只可以这样假设罢了哦。因为啊，只是直接用设论这样来解不到的哦。因为我大概懂你的意思了哈。那么也有一些人呢，在临终时候，比方说他自己设论也举个例子嘛，他说、有一个爸爸哦，他要往生了，那么他的儿子就马上把他抬去寺院，他到去寺院，他爸爸看到啊，刀立天的天人坐那个车来载他，然后他说啊，我要走了。所以变到他这些也是不是一刹那，是蛮漫长的哦。那他这个也是 footnote 是放在死心的心路里边了。所以呢，如果是我们要真的来说明的话，就是讲啊，这个影像啊，它可以很早出现的，也合理的。你看他同学死心的心路还没有出现之前，对不对？那我们的一门转向心可以圆什么呢？可以圆很多所缘的，可以圆法所缘。那也可以以眼门的所缘，如果这个人临终、他眼睛看，他是用自己的肉眼、看到刀立天的天人坐车来载他，所以他是以眼门看到，那眼门看到这一个呢，所以他看得到，他辨识得到，他也来得及心生欢喜。那么心生欢喜过呢，跑了一段之后，最后死心才展现。那展现的话呢，那个业力、就把他带上去那边，那他出来的去向哦。就可以 match 得到他之前了、临终前那三五分钟看到的东西，所以还是可以合理讲得通的啦。要用回社论的理论来讲还是可以的。OK， 圣勇，就这样子来讲了。那如果他看到的好，并不是说用肉眼来看，他是用意门看到，也不是问题来的。那他意门看到的话，就是法所缘呢。所以呢，他出现的法所缘就是这个影像，然后呢，也是在死之前三五分钟都是这个影像。过后呢，他最后啊，他真正要走的时候、他的去向展现的就反应，就借这三五分钟看到的这个影像出现，他就跟着走，这样子了。果报行也是属于三的了，这样可以吧？还是可以的，讲得通。好，来，雪师的问题是什么哈？像中阴身会有心路过程的吗？心路过程啊，这个不知道嘞，这个嘞，因为啊，中阴身是社论是不承认中阴的存在的，所以社论因为不承认中阴，也没有提过中阴有没有心路过程啊。但是如果你是说我们要用来推论的话，我所谓的心路过程就是说，你反正有眼、耳、鼻、舌、身、意门在运作，它心路会有，按照推论是有了，因为中阴本身呢，它会想。他具备神通，他具备五通的哦。他想啊，我要去哪里就去哪里的，他马上飞着去的。那么他有想，所以就有心路过程呢。那他有神通，所以变到他可能跑的是神通心路过程来的。所以推论是有的，因为动物也有的哦，地狱、鬼畜神都有的哦。OK， 好的，来伟宏还有什么问题啊？师傅啊。我在想着哈，因为之前我们谈的一些心路过程，比如说五门心路过程、一门心路过程，还有那些禅定啊、神通啊等等的心路过程，它都是可以用这个平时的一个禅定来观察它的一个心的跑动嘛。对。那这个劫生跟死亡，它只是一生中体验这样一次，然后它就是会直接就是死亡掉了，不然就是它就是生成 baby 了。
那这个是谁去？他是真的是像之前的行路过程，他是观察出来的，还是他只是做一个推测而已？第一可以用神通推论出，可以用神通观出来了啊，因为神通呢是有宿命通，可以观到过去式，可以观很多个过去式，所以宿命通可以看得到了。那么宿命通也看到未来的诞生，那么另外的观尘也是能了，因为在观尘里面呢是观十二因缘，观十二因缘不需要观你过去式的。而且不是观一世，是可以观五世、六世、七世、八世、十世都能。那么观禅的时候是可以观到明法跟色法了，所以死亡心、接生心可以观得到，是通过观禅可以。观禅是在十二因缘的时候可以观得到了。就观他人的是吗？观自己也可以的。观自己的也是可以的。十二因缘是必须观自己的，不是观他人的。OK， 十二因缘是观自己，不观他人的哈。师父。可是我之前是问过师父这个问题啊，那个接生跟死亡心啊，师父之前好像是讲，就好像有些圣者可以看观察他的心流，对这样子啊，甚至可是不是心圣者都能了，有一般的人呢、啊，当你在修十二因缘观察的时候，你就要观你过去世是哪个业造成今生的你，而且不是观一世，观很多事，所以死亡心跟接生心是可以看得到，但他倒不是重点来的我，他重点反而啊。是那个业啊，决定当他投生才是符合，就是原以形式的身体才符合这个 definition。但是要观死无心，也不太难，也可以看得到。哦，所以他可以观到那么细的他的那个心这样跑动哦，可以观得到的。因为如果是说啊，这些心路过程每个都可以观得到，他自己也是能。原因是因为啊，当禅定的时候啊，他禅定有能力啊，把一切东西停止下来。所以呢，如果是说把十世甚至二十世都可以把它观得到，那么这个死亡根基，它就可以把一切停止下来，任由你进行观察。但是呢，死亡心啊，这牵涉到化世的理由，它会有一点点的这样子了。OK， 所以不需要推论，是可以观察得到这样啊。OK， 好。好，师父，我有问题。好的，来吧。我想问那个死亡行路过程啊，是一次爆嘞，还是他会到死心之前，他会进行很多次？那个五个行，五个塑形。刚刚我们讲一次爆了，五个塑形行哈。死亡的行路过程一辈子只一次，因为他的死心一辈子只是一次而已。对，死亡行路过程也是四发的。那个业相那些趋向出现是在这个最后一个行路过程。也是一次，我们是这样一次发了了。很快，不是那个一次行路过程、是很快的，不是？是没错，是很快的。OK。好，还有没有别的问题啊？这个是比较有趣的课题了。师傅，我想问一下喽。这个死亡跟我们跟。藏论的那个生死章，那个生死论呢、他讲到不阿拉耶识那边有没有关联到？没有关联，因为他两个系统不太一样所以是没有关联的因为这个社论呢、它发展到就是到这一边就停止，就没有再发展阿拉耶识跟中阴身了。那如果是也用西藏生死书的话呢，他一定要架构在中阴那边，因为他超度的是中阴来的。包括我们北传佛教操作是中阴来的，所以必须要用中阴的理论才有办法可以讲得通啊，这样了。OK， 玉兰，玉兰你要不要有中阴啊？玉兰哈，其实中阴身是有的了，我相信哦。不是啊，我讲你要不要有中阴身啊？精神死亡的时候啊，中阴身就是我们死后的七七四十九天里面的嘛，呈现的嘛。我是我理解就是。好了，我跟你开玩笑，你都不会笑好了。来 ，next 问题。我现在也笑。OK， 好，来再继续了。好啊，那接着下来呢，其实刚刚一大段呢、全部讲的都是这些来的。OK， 好，所以呢，死亡心灭尽啊，命根就被切断了。所以同学，如果你用科学啊进行连贯的话，死心应该就是脑死了。在科学里面，脑死才真正是死亡。脑死必须是脑干那边停止功能了，那么脑干的功能就是 stem brain， 主要是牵涉到心脏的跳动、脉搏的跳动、
瞳孔的放大放小，身体的自然反应了啊，所以脑死的基本上就是已经是死亡性窒息功能了，可以勉强这样推论，不过就是没有，就是找不到证据证明了啊，就是要用生物学来连贯，是勉强可以这样连贯的。好，好，然后就是想问一下，脑死了之后啊，但是他们还是用，他还是有呼吸，还是靠这个科学仪器来维持生命，这样是什么样？是属于什么？啊，就是他只是科学仪器维持那个设施罢了，他意义不大的，意义不大的啊，他只维持他设施罢了啊，因为这个设施只要有氧气给他帮音，他就是可以维持得到的。心跳用强心针可以维持得到，但是意义不大了，因为他都已经算是脑死。那他脑死完了之后呢，到底他的神识有没有离开，这个就未必，可以可能是还没不完全离开的。所以呢，在中国传统啊，就八个小时不动那个尸体，它有意义存在，它有它的意义性的。所以呢，这是个稳当起见呢。同学，如果你是大修行人啊，就是给谁中业跟谁吸官业的话呢，这些都不是问题来的啊，这都不是问题啊。但是如果你是啊，靠东风吹什么的话呢，可能呢、你临终的时候会被这些外在环境影响的了。好 ，next 接着下来哈，好来啊，就一旦死亡心灭尽哈，请就是慎勇读一读了哈。一旦死亡心灭尽，在死亡心灭尽之后，在新一世的前身心即刻升起，选举前一世临死塑形的目标，在有设法的生存地，此心由心所依处所支柱，但在无设地里，它则没有任何一处，它是由行所产生，此行即是过去塑形之业，而此业的根基则是两种生死轮回之根，即无名与可破爱两种潜在去向，皆身心由其相应明法，即相应心所陪同，于作为相应法的住处而成为他的前导者，并不是因为他比他们先升起而成为他们的前导者。好，同学可以放重点。好，来同学看一看哦，这段讲什么呢？哦，他是讲啊，当死心一致行功能了之后，对不对？哎呀，忘了看了哈。雷尼画完了没有啊？雷尼画完了啦。OK， 好的，来同学看一下哈。啊，这段讲什么？他说啊，当死心一致行功能的时候，对不对？那么呢，他就马上就开始进行结身。那么呢，这一边的关系哈，他就说明它是属于缘起的这个阶段来的。同学看一下，就是这里来的，缘以形是生起。所以同学这个形啊，就是啊，在那个五门啊，就是那个五个塑形那一边，那个业力本身最重，那个就是扮演形的功能呢。那么呢，来世就是世，所以这个就所谓的有分心，这个是来世来的了。所以整段呢、其实讲的就是这个。不过他有一个特别提到，就是说、这个的升起、这个过程的完成是
如果他是欲界众生跟世界众生，他是有心所依处。那心所依处按照我们之前的定义，心所依处呢是指心脏里面的血了，就是有心脏了。那么无世界众生 是没有心所依处的，这样子。那没有心所依处来完成这个过程，那么其他有心所依处就由心所依处来完成这些过程，这样子了。好，就是所有心生其实需要靠心所依处的。好，然后过后他又讲了，这个行是过去树行之业，这业的根基就是无明跟可爱了。赛同学这边看到吗？无明跟可爱，所以虽然可爱是在这里啊，但是呢，这一边的可爱也是扮演着它的功能的。好，然后接着他说啊，好，结圣心由其相应明法陪同 ，OK， 好，由宇宙为相应法，所以呢，他就由他陪同底下而进行结圣了哈。那么结圣心都是果报心，那么所有果报心都有心所的啦，所以就是这样来理解罢了。好，接下来我们看呢，欲界结圣心的所缘呢，好，就分欲界、世界、无世界，请正威读一读哈。于此哈，于此当自在临死心路过程里，只有五个软弱的树心升起，因此若使时事缘起，呈现以根门的现在所缘，心意识里的结圣心以。最初几个有分心也都缘起现在所缘，对于欲界结身，当由六门之意所示之的目标是业相或去向时，该目标可以是现在所缘或过去所缘，但作为目标的业则必定是过去的，而且是通过一门示之。这一切欲界结身的目标都是有限法而已。结三十八支注读说明，结圣心以最初几个有分心也都缘起现在所缘，对于在死亡时所示之的现在所缘，其寿命可能会持续到下一世的结圣心以最初几个有分心的时刻，因此后两种心也能缘起现在所缘。对于欲界结圣等等，若结圣心的目标是业，它必定是过去所缘，而且是通过一门示之的法所言，若目标是业相，它既可能通过六门的任何一门示之，而且可以是过去或现在所言。对于作为临时目标的去向，不同的论师有不同的见解。有些论师包括阿比达摩一广席的作者，认为去向必定是通过一门示之的现在色所言。他们解释阿努罗陀尊者在书中所写的内容为，当目标是业相时，它可以通过六门的任何一门示之，而且可以是过去或现在所言。当它是去向时，它由第六门及一门示之，而且是现在所言。其他论师包括列迪长老都反对这种诠释，认为其见解太狭窄。他们便说阿鲁罗陀尊者所写的肯定有较广的含义，即是说气象可以是过去或现在所言，也可以呈现于六门的任何一门。列迪长老认为阿比达摩论里常提到气象是呈现于一门的现在色所言，但这只是基于其最为常见的呈现方式而如此说，其实他也能以其他方式呈现，比如地狱众生的哀号、天界的音乐与香味等。好，感谢。节三十九。哦，没有没有，暂停了。来，我们想问这一大段同学，好，有请啊。啊，画好了，请表态，我们就往下了哈。好，下面还有啊，好，
画好可以表态了，同学哈。因为有时候我这样看你们样子，不知道你有没有画完的哈。啊，最重要是庙长跟玉兰呢，哈啊，老菩萨比较慢哈。好，来，同学看一下哈。好，同学，有没有印象？就是呢，这部分我们是在哪里读过？所以记得可以开麦讲了啊，同学，第几章啊？你可以比手势，第几章读过这个？啊，对，第三章哈。来，同学看了哈，第三章其实这个部分是最难，它难在哪里哈？第一，它牵涉到过去所缘、现在所缘和未来所缘。同学，你看啊，它过去、现在、未来所缘是它可以是色身相位处的。啊，同学，你看呢、啊？比如说现在我看到你们，对不对？这个是现在的色所缘来的。当我关着眼睛，我回忆我今天吃的早餐，那么呢，这个意门，那它属于过去所缘，但是色所缘来的。OK， 好，那么呢，我回忆前天我听过的音乐，那这是过去的，就是身所缘来的。那么呢，我创作未来啊，好，我打算要创作一个天，我要煮一道菜，那个那道菜很独特的。那我就开始想象，那这是未来的四所缘啊，所以同学这个就比较复杂哈，所以就这个缘故，首先同学接着下来啊，它这个过去跟现在所缘哈，你辨识不到它没有关系的，因为呢，它的规则哈不大可以那么明显抓得到它的规则的啊，那表示说它有一个比较，因为它里面又刚刚那一段了、啊，又牵涉到些争论性课题，我不要你乱哈，那同学我们就找一个。确定的讲法，我们去相信它，然后记着它就行。所以它里面一个最重要谈到个点，就是说，他说，当人临终时会嗅到香味嘛，会看到天界的音乐，那看到天界的天人或者听到音乐，那么看到天界哈，镜中比较多是有看到莲花的，那不止他本人，身边的人都看到啊。那么呢，嗅到香味这个啊，这个还蛮普遍。一位师父啊，向他们做临终助念啊，有嗅过香味，不过当然不是那个临终那个人啊，因为那个人没有办法再跟你讲，是助念的人会嗅到的。好，这些现象如果出现是什么呢？按照他讲啊，他说是由意门视之，然后是属于色所缘，就是听到音乐就声所缘哦，那看到天界的就是色所缘哦，但他这一些、啊、他通过意门啊哈。来觉知的话，一门本身不能觉知，一定开头啊，先通过眼门、耳门先经过眼门、耳门先的。临终的人也是，他耳朵要先听到嘛，过才呈现在一门那边出现这样子啊，所以呢，他就说这是一门，然后呢，应该是现在所缘，因为当下、啊、应该是属于现在所缘来的啊，所以呢，这个相就出现了啊，所以在临终的时候会看到这些东西这样子了。嗯，所以同学你记大概是这个 facts 啊哈。就比较容易一点了、啊、这就是他最后面的结论来的。来，同学看一看、啊、后面的结论来讲、啊、这是最常见，然后他说这个是属于去向来的，看到吗？去向来的、啊、然后一门的现在色所缘，看到吗？他说有一门呈现现在色所缘、啊、是色所缘去向、啊、好，同学如果是去向的话呢，就不是通过眼睛来看了、啊、什么缘故呢？因为去向一般上我们没有看过的，就说你要下地狱是那个火喷出来、哦、这个不是有眼门看的，纯意门，但是是现在所缘、哦啊、那、什么情况底下需要通过意门呢？眼门呢？那就是师父讲的，你把你的亲人呢抬到去寺庙，他眼睛一睁开，哇，看到天人下来、啊、通过他的眼门过呢再转去意门、啊、这种情况才可能呢，他必须是这种业相才能。那如果是去向就不能容，那去向的话自己看到的就是你未来要去的地方，所以呢这个他说是色所缘。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到火，你看到颜色，你看到草原，你看到就是动物居住的地方，所以是色所缘，并且是现在，而且读的就是纯意门罢了的。 OK， 这些可以了解得到吗？是纯意门罢了、啊、所以呢包括听到音乐也是啦，那就是属于身所缘的，应该是啦、啊啊、天界的音乐嗅到香味就是这样、啊、好、啊、这些 controversy 可以不用管它。那么这一些呢就是、啊、一样的、啊、如果它是业相的话、过去未来可以同学不理，那么你看六门可以任何一门视之，所以呢眼耳鼻舌身都可以视之的。那么眼耳鼻舌身跑完之后一定会转去你的意门转向、转去你的意门了的了。 好,
啊，这边有提到了哈，啊，如果是去向的话，不同论释、不同解释，那我们用既定的讲法了，哎，一门是指的是所缘这样子了，好，那就成了的了哈。那么如果是听到音乐，就生所缘等等之类了，好，好啊，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 part， 有没有问题，同学？啊，有没有问题？好，来，圣勇啊，是师傅，我可以理解为，就是那个死心的心路过程的对话那一趴啊，一定是纯一门的过程啊，不管是听到音乐还是看到东西 都是纯一门啊。是的，所以刚刚他都讲了啊，一门的生所缘，一门的什么所缘啊，必定是一门出现，因为啊，这些东西出现了，它是属于业业相、去相，业业相跟去相必定是一门去原指它的，不会是五门，五门原指不到这种一门的东西来的。这些都是属于法所缘的，不一定是法所缘的，这些趋向的东西啊，所以实行的心路最后一定是一门，然后过后啊，一向跟趋向一定是，是通过一门来实行的，对。OK， 明白，好，谢谢师傅。OK， 好的，好。可是，好来，师傅不好意思啊，可以。可是在第27支诸读说明那边了，他那边又有写到过。过后五门心路过程之缘起呈现于根门的目标而升起，或者是一门心路过程的缘起呈现以一门六所缘之意而升起。等下先啊 ，OK， 是哪一段啊？好，你讲一讲啊，来，我收。那里接上面27，哎，37啊，看清楚点，37，然后嘞，然后哪里啊？对啊，然后在那个第二行。最后那边有些过后五门进入过程有分心波动啊，这也有写到 okay, 啊，有分波动两次过五门心入之意，等下先拿，这最后一个心入过程的是什么情况 ？OK， 这样看来不是了，这样可能有可能也是五门在里边了，啊，圣勇如果是这样看的话，好。这个是或细节师傅也忽略，看到吗？过五门心路过程之一，缘取根门的目标升起，或者是一门六所缘之一升起，最后利落就升起五次罢了，是了哈。如果是按照这个的句子也蛮明确，它可以是一门，可以是五门呢。同学，像师傅的图啊，只是用一门罢了，我们忽略了了，当初没有把五门也画进去了。这同学把它纠正一下。挨的五门，挨的一门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哦，那变到临终塑形的时候啊，它有一些是牵涉到五根门的，哦，也就可以成立得了了。啊，同学看到吗？它可以六门之一任职，哦，啊，所以这样的话也可以呼应到这里了。好，我同学就稍微修正一下了。刚刚那个图啊，是就是呢，就是这个图啊，哦，可以一的二了，哈。这个死心的心路，哦啊，是死心的心路呢是可以五门来的啦。那如果五门的话，这些一门转向之前呢，哦，可以有五事领受推度那些了的了。好，邵同学你稍微记录一下死心的心路旁边的包括挂壶一五门或一门可以写一写了，好，就用这里做 reference。 好，同学读得很仔细，哦，师傅，我要问一下，可以来有请示的。那，啊，这个意思我理解是，可能因为师傅说这个死亡心路是最后一次嘛，这样因为无论五门过后，都一定会经过一门，不是吗？如果是说他这一边这样子的说明的话，就不经过了的了。说直接五门就直接死心啊？不用经过一门？啊，是的，如果是按照这边所讲。因为为什么我师父也可以支持于他，哦啊，第一他的明文很明确了，哦，五门过程之后或者一门之一，看到没有，哦，然后呢 接下来他的引文还蛮明确的，哦，二来就是后面的这里也呼应得到了，看到吗，啊，他讲的目标是业相的话可以通过六门任何一门试执，所以可以通过五门试执的，啊，所以五门里面试执过呢就自行死心的功能了，也是可行的，
如果是按照这样来看的话呢，好，来广大接受师父，师父来，你请。我的想象是哦，因为在死了前，在死前呢、啊，那些哀嚎声啊，这些旁人听不到了吗？只有死者自己听到了吗？这难道不是说明只是会在他的意门里面出现呢？因为如果是在耳朵耳根出现，照理说旁人也会听到的哦。旁人可以听得到的哦。可是呢，如果你本人的意识跟去向，你自己会看得到罢了。那么他有讲，刚刚他有讲，你这边杂音很厉害。他五门呢看得到啊，问题就是在于就是呢刚刚所提的，他这些意象跟去向的展现，对不对？如果是一门纯粹是自己看得到，这是真的啊。那如果是五门的话哈，五门之一出现的话，就是通过眼门、耳门、鼻门的话哈，也有可能的。就刚刚我讲的咯，那例子是他用眼门看到天人。那么呢，我们有讲到就是说，有时候啊，莲花都出现了，念佛法门，外人都看得到的。那么呢，像他们念佛堂的人嗅到香味，那么他们也嗅得到，念的人也嗅得到，死者本身也能了，所以这个还是可以support得到。我收到的案例是连参与的人都可以 witness 到这些的。如果通过五门呢，他们也能了，他们跟王者本身都有这个能力，都可以 accept 得到。案例不成问题。OK， 好好的，因为他的文字啊写的蛮明确哈、哦，那边到就是就会有接收他了，不然的话也不能怎么样哈、哦。好，来我们再看广大皆生心所愿哈、哦，来请慧婷读一读了哈、哦。对于色界皆生。其所缘是概念以及必定是业相，同样地对于无色界劫生，其所缘是概念或广大心以及必定是业相。对于无想有情生起为劫生的是命根九法具，因此他们名为色劫生。无色界的有情名为非色劫生，名劫生，其余的名为色非色劫生，色与名结生。色界结生心的目标，即是产生结生的禅那所缘取的事相。这事相是概念，也是业相。第一与第三无色界结生心各自的目标是空无边与无所有的概念。第二与第四无色界结生心各自的目标是第一与第三无色界禅心，即他们的目标都是广大心，上述的目标都属于业相。无想有情是没有心的，所以在结生时并没有缘取任何目标。命根九法具是其中一种拥有命根的色具，见第六章节十七。投身的法则，当在无色界的梵天使时，他只能投身到更高层次的无色界天，但不能投身到较低层次的无色界天。他也能够以三阴结身心投身到欲界，当在色界的梵天使时，他不会以无阴结身心投身。当在欲界具有三阴的天神或人死时，他有可能投身到任何地方，其余的即使时是恶因或无因者，只能投身到欲界。凡夫与有学圣者之间的投身法则有很多明显的差异，上文只提及凡夫的投身过程，在此我们将先解释凡夫的投身过程，然后再解释有学圣者的无色界的有情能够培育与其层次同等或较高的无色禅，但不能培育较低层次的无色禅。所以当他们死时，他们能够投身在同一界天或较高层次的无色界天，但不能投身到层次较低的禅天。然而若他们失去禅那，他们既会以进行定之力投身到欲界，因此是以即欲界三因果报心投身到欲界。无想有情
死时会以二阴或三阴的欲界口报心投生到欲界，在其他色界天的梵天死时，若他已证得无色禅，他即能投生到无色禅天；若他已证得色禅，他即能投生到色禅色界天；若他造了极强的倾向欲界之业，他即会投生到欲界。对于在色界天里死亡投生到欲界的梵天，其欲界结生心必定是二阴或三阴。对于在欲界的三阴者，此时他们有可能投生到任何欲界，因为欲界的三阴有情能够造所有种类的业。对于在欲界的二阴与无阴者，此时他们只能投生到欲界，他们下意识的结生心可能是两种无阴推度心之一，或任何一个二阴或三阴的欲界果报心。对于圣者，他们的死亡心肯定是具有三阴，因为没有具足三阴的人是不可能证得道果的。有学圣者能投身到同一界或较高的界，而阿罗汉死后则当然不会再投身到任何界。好，感谢。好，来同学先画这个重点。好，画好了就可以表态了。好，好，来 next。好，来感谢。来，同学们看一看这一段讲什么东西哦。好，同学，关于啊这个色界的结生是不是 ？OK， 它就是以概念呐、啊，一业相同生呢、啊。哦，那么呢，关于这个第一跟第三无色界的话，是也是用概念。同学在第一章你已经上过了的。那么呢，关于尤其是这个第一无色界，对不对？基本上它的所缘必须是要由片场。同学记得吧？好，所以修无悲想，无色界是要从片禅开始的啊。所以第一个跟第三是概念，第二跟第四是禅心。同学在第一章有，基本上你印象也不会太过深刻的哈、啊。他必须重复，因为提到结生投生的情况。好、啊，好了，同学，接下来要、啊、几类众生不同的投生情形。第一就是呢无色界，他说无色界很独特。一般上死的时候呢，他都是会因为有修持的关系，他会越上越高，越上越高，不会越来越低的。
无色界众生是这样来的。那么色界众生是他也是可以越上越高，他有修持的话也会往上跑的。那么关于无想有情天的话，对不对？那么他临死的时候啊，死的时候他会看他过去是造了什么业，以那个业来决定他投生到哪里去，这是无想有情天的。那我们人类三个地方可以去投生，那人类死的时候呢，可以通过无因心投生到三恶道或者回来人类，可以通过恶因心投生回来人类，三因再回来人类，或者是欲界天那一边这样。那如果你是圣人的话，一定是三因结身。那么圣人的话，如果是正果了的话，他肯定是越来越上。那么他正到三果的时候，一定上四界天，因为呢，就是他回来人间的业力断到完。那如果他是四果罗汉的话呢，也肯定是三因结身，因为他已经不受后有了。小同学，大概是每一个的状况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大概是都蛮千差万别，所以呢，他这边一次过对他进行交代了。好，来我们看一下哈，所以呢，这边讲无色界提到了，然后过呢就是，不过他有一个独特讲的啦，是去禅定之后会投身到去欲界了。如果是禅定是去，同学这个可能是有，因为有一部《阿含经》提到说无色界众生是去禅定。投生回来人类啊，这个有，而不是回来人类到畜生道，但是到畜生道是非常少有，因为无色界跟畜生道啊，有点像啊，年年考100分的人啊，考了十年，考了20年都100分的，然后突然跌到去0分这样，就有点像这个状况这样了。只有一部经提到有一个这样独特的现象罢了，否则多数啊，不会跌到那么厉害远的了。那无想有情已经提到了啦，已经刚刚有讲到他了的了。好，这是去到回到去到过世做人的时候哈。好，我们人类也提了，圣者刚刚怎么样也提了了哈。好，接下来就是心相续流了哈。好，来心相续流有请，就是冰请冰心读一读了哈。所以，对于如此投生者。在结身心灭尽之后，即刻就会升起视之同一所缘的同一种心，有如河流般不断地流下去，只要没有心路过程升起，它就会如此流下去，直至死亡为止。由于它是有即生命的主要因素，因此心被称为有分，在生命终结时，它成为死亡心。灭尽后即完全停止，此后结身心与其他心有如车轮一般继续次第的转起，在结身心灭尽之后，即刻就在结身心之后有16个有分心升起，然后就升起一个一门转向心，以及7个有欲速行，即贪着新生命的速行。这在心意识里的第一个心路过程，原取结身心为目标。那些速行心是欲界邪见不相应无形的贪根心。当这心路过程结束时，有分心即再生灭。只要没有心路过程升起，有分心即会如此不断的生灭。如此，心之流从结身流到死亡，又从死亡流到心一世。就有如车轮一般次第的转起。好，感谢。来啊，还有这一段读完它了，好。好，既有如这一世，既有如这一世，在下一世结身心有分心，心路过程与死亡心也是如此升起，以结身即有分，心相续流再次转起，常自治的智者，了知生命无常。绝症不死之境，完全断除了贪欲的劫缚，证得永久的寂静。好，感谢。来，同学请画重点了。
没有唱好了吗 ？OK， 好好的。好，同学看哦，这一段呢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这里来的。同学看一下，他说当一节生投生的时候啊，会有十六个有分丝，过呢有七个塑形。同学，这七个塑形呢是属于邪见不相应贪根心。什么叫邪见不相应贪根心呢？同学，就是我慢来的。啊，所以我们讲啊，我们的烦恼的断除是，比如说出果罗汉呢，对不对？他为什么就是说他断了就是四个贪根心邪见相应，剩下四个贪根心邪见不相应还没断掉的。那这个四个贪根邪见不相应贪根心，在证四果罗汉成为就是最后四果的时候才断掉，是属于 五下分节，属于五上分节，属于我慢的部分来的，这样子哈、啊、所以呢，这个断到完了之后，对不对？这个还没断哦，七个塑形跑完之后，接下来就一辈子又一辈子不断的进行轮回了，好啊，所以同学完毕了。